啊，佳佳还好啦。佳佳怎么就现在你看，一个帅哥演艺圈的新血。哎呦，都是这个最新的小生，最新的这个小蛋，还有最新的小朋友。啊、不是，怎么变小朋友了？为什么我是小朋友？一看他这样子的，我突然就信心大增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想要干掉我，还需要一段日子。哎，但是新人要努力的时间还很长哦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人家所谓嘛，长江后浪啊，推前浪。我们会手牵手，因为我们是同门师姐。哦、同门师姐弟。同门师姐弟啊。哦。那你要讲起来，那我要叫你师兄。哎呦，你比我小哎，真的，应该叫你大师姐才对啊。对对对，大家同门，我们是燕姿家族没？哎，对对对对，特别特别要跟这个师姐请教一下才行。是是是是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哎，今天这个互相这个称兄道弟、称兄弟姐妹之后呢，还是要跟他们考验一下才行的。对啊，我们每一次呢节目播出，我们有一个俚语大考验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？我们直接现场考讲俚语，来，我先示范一下。好，你看嘛怎样？假滴滴，一身好心。有吃有吃，假滴滴是要心，还不对人心这边冲啥啊？啊，这边做媒人婆这边用的啦。赶快就加啊！你来示范一下，讲一下。我应该就是假婚单手去。我啊，要讲这个。我们要跟二手烟说不。说不。我们要拒毒。对。对，这个俚语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签一签。一般人家在这个事件会的时候，都会在那边要听牌的时候，就会假婚单手气啊，抽烟等手气。哦，等手气。对，同时叫人家不要赌又不要抽烟这样。啊，就不要。那师弟要先来嘛？好，跟吃有关系的，那当然是很多。师姐先来吧，因为。讲到最后就没有啦。你们经验比较丰富嘛，那我先对不对？能让一下，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呢，应该是有口碑的嘛。那口碑就是，好盖达鸡。哦，称赞东西很好吃。对，好罗盖达鸡呀。哦，罗盖达鸡，那跟吃无关的呀。对啊，不过达鸡要用嘴巴达鸡，你要怎么达鸡？你要不要示范一下？你要说好罗盖达鸡，达鸡到底什么意思？对呀，达鸡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坦白讲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啊？听过而已，听过而已啦。是咬到吗？不是咬到，咬到达鸡必咬到。我不知道。达鸡好像是这样。哇！哎，就像第二个口爆了。不是，大鸡的香。哦哦，赞。哦，无啦，安尼啦，大鸡是。猪皮还没好。你讲个大话不我讲。我知道，我是这样。好，其实就是赞美的意思。哦，好吃啊！那陈先生。假硬弄破嘛，假硬弄破，不要太急，做事不要太急的意思，欲速则不达。哎呦，师姐果然不简单哦，还有解释，你看讲完还有特别的解释，哎，还会告诉这个俚语的意义在哪里。对啊，俚语都有意义的嘛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现在换你，来佳佳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假崩黄红地瓜，假崩哦，假崩，什么假？假，你来讲讲假什么？假崩。假喷哦，是假喷哦。假喷，假喷就好废。假喷是。假喷地也较大，红地袂大。假喷红地大。哦，假喷红地大，意思是啥物事呢？就是说天塌下来就是要吃饭，民以食为天嘛。先吃了再说。对对对。对，这是我的减肥哲学。哦。今天先吃了，减肥明天再说。哦，这个也不错。不过减肥其实要注意吃的东西啊，这个热量不要太高。其实控制饮食可以帮助你的这个身材的雕塑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一餐吃三碗饭，怎么会这样？够了，最瘦，你不要讲那种话。那你我真的一餐吃三碗饭，一餐吃几碗？半碗啊。半碗，有时候还不吃哎。我一餐吃三粒饭，我就吸空气都会。你在说什么？他说我吸空气都会胖，不是我们这种，还是这种耗费姐。我们是这种这个演员还要再请来吗？朱姐不是这个意思。说有的人呐、啊，呼吸空气，对，呼吸就会胖。对呀、啊。所以说到吃呢，哎，马上要进行我们这个最棒、最酷、最辣、最喜欢的假后道修博的单元，叫做什么？疯狂美美食论，来 ，Go！ 疯狂美食论。张银荣还有蔡慧兰，好，张银荣、蔡慧兰，两位是同事，同事听说都是护士小姐哦。平常您当护士的时候，口红都擦那么红吗？不一定。蔡小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吃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这个注意饮食的一些这个健康的守则啊？
平常用餐的时候，什么细嚼慢咽之类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健康的守则？少量多餐，吃清淡一点。量要控制到什么程度？对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？请你给我建议一下。多餐要多到几餐？好，来蔡老师。每天吃七分饱。七分饱。七分饱。好，以后呢，我会量。画一格一格一格，我这边刚好是七分。哎，就是吃，感觉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停下来，哎，吃到这里就满分。饱格要注意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，江宏恩带的这一队，卢比亚伦还有周思怡。卢比亚伦，不知道是姓卢还是姓卢比哈？姓卢比，姓卢比。嗨，两位是夫妻。啊，你叫我母猪？他怎么叫我母猪？是母猪。法国话。你好，公猪。哈，公猪？你跟我讲公猪？公猪？啊，公猪？啊？法国语。公猪，公猪，公猪。那听起来讲我胖猪哦，奇怪了。对对，这个相恋、相识、结婚，其实是蛮令人好奇的哈。对呀，相识的经过。哎，对呀，你们这异国恋曲是如何谱出来的啊？他第一次到台湾做生意，然后不知道路，是我把他带到一个公司去，就这样子认识了。这样子，对，那时候家里人不赞成跟他结婚啊，他就追我，追来追去，追了好久，七年多我才嫁给他。哎，小孩这么大了，这位中间这位，光太爷，哦，不是，小孩在这里。哇，妹妹好可爱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讲到现在，凯瑟琳，他叫做凯瑟琳，凯瑟琳，哎呦，好可爱啊！这么快，加油！江宏要多帮忙。马上来进行我们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要让他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啊？规则相当重要，来，请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哇，疯狂美食的比赛限时3分钟，吃到最接近规定金额而不超过的队伍获胜。每次呢，推派一人代表选菜，其余两人合力吃完，吃完整盘参与计分。选取菜色，每次先拿一盘菜色，不可重复哦。哦，知道吗？菜色不可以重复哦。你们现在已经商量要吃多少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今天到底要吃多少钱？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请第一队的来。来，陈先梅。陈先梅，来这个帮忙。陈先梅，预备，预备，计时，计时，开始。开始啦，计时3分钟。第一道菜，老皮嫩肉。前两道会给你一个显示，看一下大概吃了多少钱。过关来，第二道赶快加油。哦，第四道口水鸡。第四道菜是不是？好，来看一看。好，过关。过关。把握时间。时间过了44秒，已经非常快哦。好，快点。来，拿的是红白虾仁，第六道菜。不到多久的时间了，加油！来，吃瓜焖油条。用这样子慢慢吃啊。好，要吃快一点哦，现在时间过了1分42秒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快点快点！还有大餐具，来拿来吃什么？锅巴虾仁。锅巴虾仁啊，锅巴虾仁，好出好出。快点！虾仁也是好出好出。快吃完吃完吃完了。2分09秒了，加油，速度放快哦，加油！好，下面是火锅鸡汤，火锅鸡汤，第五道火锅鸡汤。哦，快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5秒，加油，加油！有办法控制声音吗？哎，刚刚不要多呢。拜托，姐姐卖只怂，吃袂使，爱饲只。好不？你饲只，饲个天光嘛，饲袂出声。来，这里就可以了。来，等我吧。我饲只，饲只。好，恭喜你们吃了六道菜。六道菜，告诉你们到底吃了多少钱。好，来 ，OK， 计时3分钟，计时，开始。
搞不懂。哎呦，很辣，蔡依彤很辣哎，辣辣的。哎呦，非常辣哎，过关，太猛了，过关了。然后拿第一道菜的老皮嫩肉，哎，你们有点挑好吃的意味。姜文很喜欢吃这两道菜哦。哎，对，也是哦，加起来是这么多。火锅鸡汤，第五道火锅鸡汤。时间过了快接近一分钟了。过关，过关，还要拿吗？拿九号的肥肠火锅鱼，哎呦，拿鱼啊！嘉宏，你还要再拿吗？拿火锅鱼，还可以拿吗？肥肠火锅鱼，好，您吃啊。快点哦！OK OK OK， 现在两分，哎，现在是两分三十八秒，还有二十秒的时间，二十秒麻辣凉粉，编号十一号麻辣凉粉，注意哦，控制，2345，不，剩下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结束。好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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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问一下，他们都挑辣的。我们这个好吃吗？我们很辣，但是很辣，很辣，很辣，很辣。卢比太太还夹个赞卡，哦，夹个赞卡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很少吃啦，啊，但是今天要来参加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要吃四川菜吗？不知道。第二组的亚伦夫妇、卢比夫妇，我们来看卢比夫妇吃了六道菜，吃了多少钱？2340块，哎，你们呢？因为那个火锅鸡汤非常补啊，一道就要900多啊，你没有吃到火锅鸡汤，我们2300多，不过吃了也是会爆。我们再来看一看，第一组他们吃了多少钱？2100。好，恭喜啦，恭喜这组。恭喜恭喜，那我们接下来送什么礼物呢？送奖品了，来，第一组的可以得到奖品，应该是相当丰盛的奖品。好，第一组呢是我们的第二名嘛。第二名，然后我们要送给他的是电动油漆滚筒刷，还有最佳设计用途电脑教学礼券，还有名牌的流行手提包。恭喜张怡蓉还有蔡慧兰。奖品是名贵精致对比显示型中文传呼机、度假饭店住宿券、进口天然乳胶枕。没有奖金啊，没有。奖金是你的车马费。来来来，三位特别来宾，来，我们送尤佳、李先梅还有江宏恩来到我们菜色这边来看一下。对，来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不知道三位来宾吃不吃辣啊？那你觉得这里面你最想吃的是哪一道菜？那就他们吃掉了。啊，吃掉菜，老皮嫩肉。哦，老皮嫩肉吗？三组都有。其实每样我都很喜欢吃。哦，江宏恩都很喜欢了。那你觉得这宫保臭豆腐怎么样？宫保臭豆腐一定没有老皮嫩肉好吃，大家可以试用看看，不要客气。这次的时候呢，先让你猜一下，这个大概要多少钱？180，180是不是正确答案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我觉得300多。我猜价跑哪去？150，150，320，猜对了猜给他们吃，猜给他们吃，来看一下哈，臭豆腐160，150，它最接近。对啊，180还多了20块，160，对对对，他最接近。好，这盘是你吃，难怪江湖你吃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新的三位特别来宾，我们不能猜别的，你可以猜别的，猜到一样可以吃啊。这里有小点，好，你猜别的，请吃，请吃。虾仁不错，恭喜来吃，谢谢。不过在这里啊，谢谢我们三位特别来宾，也恭喜我们卢比夫妇。